魅族 Pro 6 Plus 身份提示环节，五号玩家，普通村民。当六号发言完之后，我不得不承认，这个过气主播啊，转狼人杀确实发言还不错，就算是个狼，对吧？六号发言确实不错。如果这游戏我不自信，我不会玩了。叫做场上唯一最高身份，我不明身份，魔术师是谁？请救一下我好吗？魔术师不会救你的。就他的视角里面一定是老子是最牛逼的。一号发现在井上有些奇怪，跟平常自己状态不太一样。要爆了，压力这么大，大家 relax 好吗？ relax， 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？我不就说就觉得你漂亮吗？你不至于毒我吧？菜嘛，就是三号牌拿女巫牌就是这么任性，好吧？我只给你们狼人一个选择，叫交牌。你为什么你的观点可以这么随意的动摇呢？你喜欢这么玩游戏呢？也无所谓。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你投票的时候，你想的是我投你这票，你要不要我这一票？我这一局费尽了无数口舌，去帮一张真元加掰票，输了你们自己慢慢笑。钻石恒久远，一颗永流传。